近六场比赛苦吞三场失利，登地组合究竟怎么了？难道季后赛还不如西蒙斯恩比德搭档吗？随着76人输给猛龙，加上篮网和76人东部小春晚的比赛，这已经是76人六场比赛以来的第三场失利。在经历转会初期的蜜月后，哈登加盟76人也爆发了诸多问题，登地组合似乎并不如球迷们想象的那样无敌。近六场比赛，哈登场均只能砍下 20.3 分，且命中率只有 40%， 这样的进攻效率着实有点堪忧。不过哈登目前唯一的优点就是组织能力突出，但是好像这一点西蒙斯也可以做到。况且西蒙斯的防守不论是从体型尺寸还是态度，均比哈登要高出一个档次，在关键比赛也可以防守对方的箭头人物，成为外线防守的核心。因此如果进入季后赛，这支76人的实力说不定还不如前两年。要知道在当年西蒙斯和恩比德搭档时期，76人虽然没有闯进东决，但是两次都折戟东部半决赛第七场，距离东决只有一步之遥。尤其18-19年他们更是差点先翻了总冠军猛龙队。因此在经历了前几场蜜月期后，才是真正检验哈登是否真正和76人适配的最好时刻。